今天安安周岁，我们给他搞个抓周仪式，摆上一大堆的东西，看看他究竟能抓到啥。梳子，梳子，看看抓周里面都有啥啊？拨浪鼓、法锤、勺子、尺子、剪刀，还有铜钱、状元及第、连城四锦、葫芦、刀。这个蹴鞠啊，就类似于那个古代的足球。还有金钥匙，还有个这个福袋。书，书放个毛笔、平安扣。现在放玩，拿吧，看抓哪个？看看抓哪个啊？铜钱，看看还抓其他的不抓啊？看着抓的哪个时间长，知道吗？哎呦，平安扣。好，平安扣啊，可以平安扣，但他就抓了一点，葫芦也是只抓了一点，你别来抓我的相机就行啊，不抓了，抓这个树乖，这么多东西抓哪儿的，抓这么多东西，你看看你能抓哪个吗？抓，叮叮叮，不好，他看上我的相机了，看上我的相机了，这家伙看上我的相机，没事，你相机也算吧啊。这么多东西，拨浪鼓什么的，哎，儿子，儿子，哎呦，镜头，你把你爹的镜头摔坏了没？蹴鞠、足球，哎呦，毛笔、拨浪鼓、法锤、剪刀，你看，抓这个呢，抓这个你就是个裁缝，我跟你说，哎，将来剪牛仔裤的，哎，抓个足球、蹴鞠，看他抓多长时间啊，还看他还抓不着其他的。哎，扔了扔了，好，扔了，看你还要不要其他的。儿子，你看那边的刀啊、金钥匙啊、平安扣啊、书剪啊、书啊都可以啊，儿子你抓呗。哎，他搁那看呢，他搁那看呢，看看，哎，看他抓什么，拨浪鼓。哪里？拨浪鼓，拨浪鼓是只用这样的拨浪鼓。看这个拨浪鼓他会抓多久。这刮的不会给我往上敲，拨浪鼓，那就是拨浪鼓了啊，那就是拨浪鼓了。把书抓起来，乖乖，啊，把书，把书拿着，书，那这个，铜钱，哎，铜钱。抓这个腰缠，别忘惯了，扔了。金钥匙，财富的大门，金钥匙，儿子。财富的大门，金钥匙，金钥匙。平安扣啊，有更好的寓意，平安扣。好，哎，看要哪个，要哪个，扔了也不行。尺子，裁缝。就喜欢拨浪鼓。直剑走天涯。刀。这个。毛笔，提笔安天下，好不好？对，提笔安天下，来。哎，又扔了，我去！小锤，法官，主持人间正道，公平正义，又扔了，我去！你是成功的打破了你爹你妈给你的任何一个美好的遐想。你要么蹴鞠，要么拨浪鼓，要么足球，你就这两样，我跟你说。来当厨师，当厨师。哎呀，搁那底啊！哎，小葫芦，对。哎，葫芦可以，葫芦代表着悬壶济世啊。那咱家要出个医生了。人家扔罢了，扔过了。爷爷给了个铜钱，腰缠万贯，哎，又爱上拨浪鼓了。来，金钥匙，奶奶给个金钥匙，对，扔了，视金钱如粪土，书不要，扔了，你看，这个宝贝，他就爱上拨浪鼓了。哎，那就拨浪鼓吧。咱今天的抓周啊，我感觉就这吧，很成功啊，没有模棱两可，所有的东西都不喜爱，就喜欢拨浪鼓。你说这一大圈那么多东西，他就喜欢拨浪鼓，你有啥办法？抓周结束。你说这个是抓周结果是好还是不好呀、啊，大黄？还挺好的，跟咱俩一样嘛。挺好的。嗯，遗传。自由自在，性格浪漫，浪漫主义色彩是吧？嗯。有做诗人的潜质啊。对。好吧，那我们的抓周仪式到此结束。结束。